哎，配方是不会卖了，我这一家老小全部知道这个配方吃饭了。曾经有个人给我几十万，想就卖我这配方，就给我一百万我也不能卖给他。你想想这东西，一个中国就我中有，其他地方他都没有。咱这是个独特的秘方，真正的这一百万够干啥了？我这用不到，说实话，用不一年了，我这一百万都弄出来了，一天都能卖6-7杯纸，还能差他那一百万。40块钱一只，都2-3万一天了吧？够吃了。<笑>咱这采用的全部都是这个乌贝田上的老母鸡，啊，这个乌贝田的不能用。那这个鸡肉它不会太老吗？太柴吗？不会不会，这个吃的是筋道，这吃的这吃正儿八经的那个传统方法烫鸡嘞。这个鸡身上它有这个毛毛炸的。 它烫不掉，一般的人你要不烫鸡，那个捏干，你要不断了这，它根本就烫不下来这个毛。有这个机器也就损失多了哈。嗯，用完后一个了。啊。<笑>啊，它这个放到机器里面一打，这边鸡毛就出来了。啊，这都好了，鸡都出来了。咱今天总共做了多少鸡啊？今天是摘了6杯，天冷了，这个是天短了，你都是一般老早了干，老早了，你5点多都黑了，这是我。 把这个鸡这要开膛一样，啊，说这个杀鸡取卵，啊，这就是那种跟那一样，看见吧？啊，这里面还有鸡蛋啊！啊，各个鸡都有鸡蛋，每个鸡都有。这是正常那个健康的鸡，它属于这个产蛋量小了，这个养殖户养不够本了，哎，它都开始淘汰了。这就是正宗的老母鸡，你自己家养着那种老母鸡，它也养不了5杯天。 弄不上来了，这车该换了。<笑>这个都是今天要下锅的。对，一天一车。你这个一大锅啊，能放多少只鸡啊？放30杯鸡，这是咱这边最大的一个锅。这个盐焗鸡啊，不是盐做出来的吗？盐焗鸡啊是盐做出来的，但是咱这个鸡给它命不一样，多字，所以盐焗香鸡。你闻见香味了吧？哦，啊，就是说意思是啥？咱这个鸡是盐焗鸡的升级版。 不一样，哎，不一样。这个盐焗香鸡啊，是咱这边是创出来的。你上随便在网上查，你都不会能查到这个盐焗香鸡来源。这个香鸡是俺家起的这个名。哎，我闻到你这里面好像有那种牛奶的味道。对，就是这就是咱的那个香鸡的这个独特之处。其他人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他就是再叫香鸡，他也做不出来这个香鸡这个特殊的味道。 汤啊，怎么这么黄啊？这是栀子粉，这是添加的这个是这个天然色素，它是栀子粉，纯植物的这个是。咱这个汤是循环的一个老汤，这个汤里面呢有这个鸡骨髓油，这个鸡骨髓油是相当关键的，一般人煮鸡熬不出来，啊，得把这个骨髓油熬出来才能卖的。 咱今天呢，退那个鸡啊，就是4斤2-3两的鸡。你要想这4斤2-3两的活鸡，咱这个鸡煮熟以后就是1斤6-7两。现在咱这个鸡啊是怎么卖的呢？20一斤。正常这一只鸡卖多少钱呢？40块钱左右吧，30到40块钱是我。啊，一吃不够。这一大车还没装满这锅啊？哦，还得再拉点人，拉点再装上了，还不够哈。嗯。 算是这一锅也算凑凑合合，也没装很满。啊，这就要把篦子压上去。对。现在就是放水把它压下去哈。对对对，把它放水把它压下去，等出锅了之后，这水也达到8-9十度了都。水也加温了。嗯，都加热了。那现在这个要煮多长时间呢？最低得3个小时。这楼大概有多少平方啊？ 不到4000，都是你外头相机赚的吧？啊，这差不多吧。这今年挣的钱，啊，在这里面捏过这房子大了没有？哦，要多少钱啊？1000多是吗？哦，2头中午饭够你了吧？我准备不够分了，订的话也要了。啊，就留10点多了，那留不来。<笑>要2天了，没个送我不顾嘞。<笑>你都是30。啊，1头30个。要60只。我是外地的，我是山东来泸州的。 来这个过来的哈，来这个过来的啊，专门买这个香鸡的哈，对对对对对，啊，感觉它的这个味道怎么样呢？我吃过，我朋友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走的时候，这里的朋友走的时候给我烧过，啊，烧过以后吃过以后就过来了。这几个大点呗是吧？没事没事没事。
五个。上五。226。大哥，你今天买这么多啊，是送礼的还是自己吃的？我自己吃，我今天回来吃。啊，自己吃的哈。啊，自己吃的。啊，就放家里边慢慢吃。对对对对对对对。上面一层这个全是鸡油哈。鸡油，这都是正儿八经的鸡骨髓油了。啊，你这边有个小窟窿。啊，让它上面搂着一个鞋抹的。它这个鸡油啊，顺着这个管道全部流下来了。对，这桶里面全是鸡油。盐焗鸡啊，它是用盐埋上以后，然后用加温加热焗出来的鸡。咱这个鸡呢，属于盐焗鸡的升级版。咱这个香味儿，就是咱全国独一味儿，谁也比不好咱这个味儿，他也做不出来这个味儿。根本都没买过那个胖的一家，只认他家。对。今天买几只啊？三只。就买回去送人的，还自己吃的？就串卖。123块，123。给老顾客打个折哈，我有会员卡啊，有会员卡，有会员卡，这就好了哈，啊，好了，出国。你这个相当于就是小火焖出来的哈，前期是大火，后期用小火，把这个膜主要是会员上发这个膜，还要把它清掉。对，你现在用这个热汤呢，先冲它，再好掉。我干了我快20年了，啊，20年了，嗯。那你今年多大了？36了，17、18都开始干这个这了。大锅没上，都回家来干这个香鸡。啊，家里没给上。啊、嗯，那时候大锅都没叫上，回家来单位干这个香鸡的。啊，当时也考上大学了哈。考上了，山东体育学院。那家里没给去。来继承这个产业了，是不是俺兄弟俩？我干，他没学这一个，他学糕点，我去干香鸡。啊，一人一样。啊、嗯，一个人一样。这个香鸡吧，这是原先这个是俺爷他这给这个商丘那边那个给一个招待领导人的那个招待所里边啊，给他给人做糕点，做糕点。后来就是给里边认识了一个南方的广东那边的做盐焗鸡的，后来就是做出来糕点好吃，他把他用盐焗鸡的这个方给换换方，两个人交换了的技术，给家都害怕这个新这个盐焗鸡卖不动。卖不动的，我那个都没敢买。这后来这个糕点现在慢慢的那个也有点过时了。我把香鸡再弄开卖吧，是吧？这开始又卖香鸡了。啊，这个改方，这原先的那口味啦，属于现在经过俺家这个慢慢这每年这改味儿，跟原盐焗鸡味儿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出现了这种特殊的香味儿。弄回来这个味儿以后呢，咱也不知道这个叫啥名，光知道叫盐焗鸡。你盐焗鸡也不是这个味儿，盐都说不正宗啊。我起个香鸡，完了那香，就盐焗香鸡，盐焗香鸡是这样的来了。刚开始卖的时候都没人知道，都不知道是啥名，也没人吃。一天卖个20-30个，这搁到现在量都这时候大了，翻个10倍8倍的，反正是没问题。这都是咱这个不过油，吃下来以后啊，说实话对身体也比较健康。咱还不就采用的是老母鸡。跟这个其他的小肉鸡还不一样，啊，这都是4斤的鸡，煮出来就这一点，这就是1.5斤中1.6斤。现在鸡身上确定是没有油，那你煮出来这个鸡油要不要了？鸡油不要，有专业收这个鸡油的，没有证的还不能卖给他。啊，嗯，收鸡油也得要证。他们收这个是干嘛的呢？做柴油。咱这个地方属于一个小镇子哈，不是小镇，咱这边是个村庄。啊，属于一个农村，哎，属于农村。不光是咱这边往庄稼人吃，这我大圈庄也都进来买了。这河南人开的城里的都开的车上这样来买。这外地的也有要了。卖多最多的时候，你看那是我知道的是一个公司发福利。那是一个公司要2000只。你看见吗？这一锅鸡，都得一个一个来用这个钩子钩上着，挂起来以后啊，那个。然后腾这边再拉那边屋里边有一个专门晾鸡的个屋子，上那屋里再挂上去，开空调让它晾干。咱卖的是这个是漆，咱不是卖的水粉。俺家这是男的里边只穿一个，女的是不穿，穿男不穿女，还是老传统。对，你看那个俺妹妹，她可以给我帮忙推推鸡啦，我卖她的白条鸡啦，不是这样，但是她不允许她卖香鸡，她也不会做。那你会不会做糕点呢？我不会，
等于老爷子就是一人传一门手艺。对对对，大家都有口饭吃。我看你那个楼顶上牌子上写的沙海第一家吧。对，别说这个这是沙海第一家了，就是跟菏泽我是第一家，就是别说再说大点，中国我都敢说我是第一家。因为咱家这边是燕居香鸡创始人，燕居香鸡是咱中起的命，给咱家中传出去的这个命，外边都不知道啥叫燕居香鸡。像我这鸡啊，我这一拉出来啊，这个香味这个热气上一刮风啊，飘个淋漓没问题。这现在捞这个鸡，现在这挂的这么些，这基本上一会儿都得挂满，那一锅鸡全部连这个价都得挂满，两两才卖。你像这个天热了黑的时候，这空调都不能行，这一直都是拉温。咱不是用那个纸包装啊，你要是热鸡的情况下用纸包装，它这个纸就粘到这个鸡上面了，它吃的时候得把纸揭了才能吃嘞，要不然的话它都得带着纸吃。你说晾了以后它包上它都不粘纸。这是怎么的老板？让我阿姨那里来，我来买，专门跑这来买的。啊，以前吃过哈。啊，经常到他家的。啊。八十三。八十三，那你再问他一个，我问他的呗。哦，咱有个纸包着是吧？啊，回家先吃，这两个。他这个裹鸡的手法还是以前那种老传统。对，是像这个井子，这时候都买不到了，咱们有。一百二十这三个鸡是120哈。哦。这就是菏泽沙海的地方特色美食，叫盐焗香鸡。大家看一下哈，它这个还是那种传统的包装法，外面是牛皮纸，然后配这个纸身。哦，这里面还有一层油脂。它这个鸡呢是21块钱一斤，我们这一只呢是40块钱的。先来个鸡腿。它这个鸡啊，味道做的还真的比较特殊，明显的能吃到那种啊，就像我们以前吃过的奶油爆米花的味道，有一股奶香味。咸度也刚刚好，整个鸡皮啊吃到嘴里面就是那种脆脆的感觉。这个鸡肉啊非常紧实，吃起来就是非常有咬劲的那种。哇，这个是个下酒的好菜。盐焗鸡啊，我们以前也吃了不少，但是我们以前吃的那个盐焗鸡呢，都是放在盐里面焗出来的。他家这个、啊、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就是放在卤锅里面卤的。更重要的就是他这个鸡啊，吃起来非常的香，有一股那个浓浓的奶香味，这个还真是个特色。